大家好，我是伊若芬，现在在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为大家介绍韩裔美籍的艺术家白南准的作品，叫做《电视花园》。他把一些电视放在一些植物当中，形成一种特殊的景观。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这个人叫做 John Cage， John Cage 是美国的一个前卫艺术家。他对于东方的禅学、中国的易经特别感兴趣。